走，奸贼！哎哎，尚书王京，谗言诽谤朝中重臣，挑唆圣上御驾出宫，其罪非浅，立即送交廷尉，一并问罪，诛灭三族。恭卿大人，司马公两拜三人，功高盖世，则披宇宙，理应受位禅让，等天子之位呀。我当恭请司马公受禅称帝。百官恭请司马公受禅称帝。啊，昔日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，其诸臣仍是殷朝，故后人称为至德。魏武帝曹公不肯受禅于汉，亦如今日我之不肯受禅于魏也。司马公是想把地位留个儿子吧？司马公乃当今至德之人也。司马公至仁至德，万民拥戴。公元260年，司马昭立魏武帝曹操之孙，燕王曹宇之子，13岁半的曹奂为帝。改元景元元年，西蜀姜维闻知司马昭杀了魏主曹髦，另立曹奂为帝，于是联络东吴，兴兵问罪。岐山一战大败邓艾，不想粮草受损，栈道遭毁，只得退回汉中。公元262年冬，姜维整顿军马，再次上表后主，奏请九伐中原。陛下，今有大将军姜维上表，奏请出兵伐魏，请旨定夺。臣姜维多次出征，虽未成大功，却已错动魏人心胆。
今养兵日久，不战则懒，懒则治病。况今军师效死，将司用命，臣如不胜，当受死罪。陛下，我军连年乏味，民劳兵疲，不利再战，不如屯田养兵，以待时机。大将军已与东吴联合，共同起兵。臣闻吴主孙亮被废，另立孙休为帝，朝中人事更替，争权夺利，恐无暇顾及争位之事。卿所料极是。臣夜观天象，见西蜀分野，将星暗而不明，今大将军又欲出师，此行甚是不利。只是大将军决心已下，只恐重蹈旧辙，再次失利。果真失利，再阻不迟。命大将军领兵马30万讨伐中原。我今奉旨出师，讨伐逆贼，恢复中原。诸位将军，此番进兵当先取何处？连年征伐，军民不宁，圣上宠信皇后，百官意见不一，且魏国邓艾足智多谋，非等闲之辈。大将军欲强行不可为之事，我不知如何是好。昔日丞相六出祁山是为了国家，我今久伐中原，莫非是为自己私事？大将军莫非忘了前次伐魏之事，我军已大获全胜，怎料邓艾使反间计，买通宦官黄浩，散布流言，说大将军怨恨天子，不久投魏，圣上下诏班师，致使功败垂成。将军继承丞相遗志，却是一片赤诚，只是此次出兵，纵然取胜，朝廷廖将军，我今先取桃阳，将军留守汉中。大将军，我朝阳一带地广人稀，产粮不多，邓艾不会派重兵防守，出其不意，定能旗开得胜。这下一步，积草屯粮，连接羌人，以朝阳为依托，然后进取中原。将军妙算，只是军机大事张扬出去，邓艾定会派兵防范。我原是要让邓艾知道，想邓艾深通兵法，定会以为我攻桃阳是诈，取祁山是实，他必派重兵在祁山设防，我军则可轻取桃阳。将军，邓艾此番定然失算了。邓将军有令，今日午夜务必完工，西蜀大军已出汉中，民攻桃阳，直取祁山，九寨将士需加紧防范，严阵以待。谢将。来将军，以小于4乡百姓，汝兼为大军来犯，即可转移逃生。将军，已调集好各乡民勇前来祁山九寨助战。
将军，请到帐中歇息，大战在即，还需保重。司马将军，你料姜维果真来取岐山九寨？姜维诡计多端，此次虚张声势进攻桃阳，实则兵不厌诈，虚虚实实，虚乃是诈，这实嘛，还是离不开一个诈字。莫非姜维真去攻桃阳？姜维一向出兵攻我有粮草之地，今桃阳无粮，他料我只守岐山不守桃阳，想出其不意占领此城，然后屯粮积草，连接羌人，意图长久之计。果真如此，如之奈何？可尽撤此处之兵，分两路去救桃阳。离桃阳25里有后河小城，恰在桃阳咽喉之地，将军可以义军埋伏于桃阳城内，偃旗息鼓，大开四门。我引义军埋伏于后河，必获大胜。报，大将军，邓艾在岐山加紧修护九寨大营，并调来四乡民勇，扬言要与将军决一雌雄。再探。是。邓将军，恕我不奉陪了。夏侯将军，你可为前部，先引一军直取桃阳，一战成功。是。驾。驾。将军，西蜀姜维率领大军又在营前挑战。姜维桃阳大败，报仇心切，不恤军事，连日出战。将军，此时出兵，定可大获全胜。父亲，昨日与蜀军会战，未分胜负。今日姜维又来送死，我愿领一少人马与他决一死战。倘若不胜，甘当军令。将军，我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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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去。邓忠，来，传令三军坚守营寨，不得擅自出营交战，违令者斩。这姜维深得诸葛孔明兵法，需要提防糟蹋暗算，速去传令。是。木牛小儿，木牛小儿在。小牛犊子，好生无礼呀、啊！备马，哪里去？可恨姜维百般辱骂，我爹要生擒姜维。难得姜维劳神，将我往事放得一清二楚。想我幼年丧父，年方12为农家放牛，奉养老母，发奋攻读，才有今日。我以牧牛为生，自然爱惜牲畜，揣情夺理，近乎人情，不为儒也。父亲，出身寒微不是耻辱，能屈能伸
方为丈夫。孙子曰：夫兵形象水，水之行必高而趋下，兵之行必实而积虚。我在想，今姜维连番败仗，却全然不退，连日又来挑战，以我家世为诱饵，岂非怪事？莫非姜维已分兵去袭岐山九寨？将军所料极是。岐山守将失转，兵少智寡，必遭败算，我当前往救之。司马将军在，用心把守此地，任他挑战，切勿轻出。是。邓忠在，火速调动人马，今夜随我增援岐山。是。大将军，邓艾率领人马黑夜攻营。再探。是。邓艾亲来夜战，我愿领兵迎战。我愿去。我愿领。我愿去。众位将军坚守本寨，不可妄动。王进来呀、啊、大将军，大将军，邓艾人马已退回本寨。